你怎么生的？你跟我讲秘诀。你有拿过好运棉吗？有。你知道怎么用吗？再来的时候用吗？好运棉要拿三片，第一片是你月经来的时候用，第二片吃下去。第二片是放在包包里，第三片是放在枕头底下。这是正确用法哦，欢迎大家使用。结婚的时候只用放阴产在床下。没有。就是买一个金产是阴谁掉放进去，然后就有最夸张的妇产科门口。谁要来当我的小孩？要被送进去警察局。那边有很多小朋友。真的假的？你自己备孕有用什么方法吗？没有啊，所以到现在都生不出啊。很想生小孩吗？我老公比较想生，所以我希望他怀孕。有网友说，好运棉是过真的有用，去妇产科也太绝了吧。在我的肚子里面看到我的肚子。